你就甲某都甲伊讲，我毋敢甲你讲。即个代志你都要含咱兜的人好好仔承受，你莫甲天面对嘛。即其实，咱兜已经无钱好费用费啊。你即马是讲我趁了无够呢啊？哎呀，你莫生气啊！我感觉我已经无法度活过一个月啊，我剩的时间已经无济，你莫管我。 你妈妈，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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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
感觉我已经我无法度活过一个月啊！我剩的时间已经无济，你莫管我。好。